带小孩来珠海长隆，我们首选推荐企鹅酒店，因为距离景区近，小孩又喜欢，这就是企鹅酒店了。走，我们去房间看看。我们今天看的这个房型是家庭房，一个大床，一个小床。如果是双床房，就是两个一点二米的标准房，看个人的喜好。房间一如既往的可爱，墙上有各样子的贴纸。楼下就是景区了，非常方便。 相信你们家的小孩也会喜欢这样子的房间，小孩中午回来睡觉也挺方便的，所以带小孩的相信我们的推荐吧。鹅酒店自助餐厅吃饭了，这是一个边吃饭边看企鹅的餐厅，而且食物出品也是非常可以的，小孩会爱上这餐厅。我们去海洋王国玩了，如果你们是早上进园，建议第一时间去金沙馆打卡。 因为早上阳光照射进入馆里面会透明光亮，就如我们现在拍的效果。记得这个攻略了。还有早上人也不多，怎么拍也美。拍完后再去玩各样的机动游戏，看海洋动物，还有精彩的演出。下午还可以去看精彩的长隆秀演出，精彩绝伦，让小孩子有个愉快的假。